现在要吃静聊轻食便当，有报名的哈。OK， 好，好，拜拜，好。先喝蔬菜，蔬菜汁。去年很多奥运的时候呢，韩国这个19岁的李毅也在这个奥运阵容当中。说他现在是这个齐亚武队的这个先发轮值之一哦。如果说韩国在这个世代交替的时候这一笔上，那我们的打者真的要注意。轮到刘俊伟，好球率相当很高哦。第一颗球挥空，那第二颗球就塞进了好球袋。然后第一个是微风，看起来是个变速球。看到了黄俊书在投球的动作上面很紧急，没有这种过多的动作。喂。你今仔日下晡4:30，我收心回去，是讲先过来辅助要分配工作。不好意思，好，我今天来会讲，我讲明仔叫我帮你联络配员，联络金流跟素梅，好不好？那他就不用知道。对啊，我答应他，对啊，他们说4:30我过去分。你无不得吧？我那投手其实已经把阿根做到很好。好啊好啊，我你安全帽嘛吼。我觉得挤压到算是成功的投球。好啊好啊，那我大概一个问题。感觉对方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必须要把握住。二十号二十五，好 ，OK， 好，没错，我再卡的，好，拜拜。看起来是个变速哦。对，第二跟第三棒第一颗球都选择用变速球，也都让他拿到好球数。前面的人投得很好，人家讲说最后输的关键是在于那个换投手的时机点。陈贤彬的失误是在本届赛会南韩队全队团体第四个失误。喂，好。你那个下午要支援哈、哦，你4:30可以先过去吗？因为他说先过去辅助要分配工作。好啊好啊，因为他说这样大家分配工作会比较 OK。啊，我就说我负责联络你们啊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就不用再联络了哈、哦。OK， 呵，好，拜拜。麦当劳风味感亮，寒风炸鸡腿，蜂蜜韵味，吸气奶香，韩国之色，正宗酱料，金黄美味，香甜浓郁。风味感亮，寒风炸鸡腿新登场。选择全新的新一点零 G12，薄荷加量，能舒缓眼睛疲劳，改善结膜炎、角膜炎。哎，苏美，好，你下晡4:30你我都先过了，还是我帮你先听，因为讲分配工作嘛，所以我就给你捡好位好啊，啊那如何？好，安尼我看一个，应该是我把病情看怎么样，你再过来跟我集合啊。因为我跟他讲说你不用，你没有要吃便当嘛，对不对？我先立马讲。标准的这个韩国强大骨头身材。啊，你那个眼眉弄啊，刚刚那个电话那个电话，那个超，所以第一颗就给他多少球？因为我觉得这一次放鞋说看起来是个好的啊，那我跟你讲，我感动，你的部分我负责帮忙送去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得了，来了，好来。投球上面可以不用自己走更多冤枉路。那打击的金凡熙在本届赛会呢，曾经出现过一发的全垒打。
他也是今年这个 LG 双子队第一轮的选手。乒乓球送到了左半边方向，在林深的前方落地形成了安打。这是韩国在本场比赛所敲出的第一安，来自第四棒的金凡喜。虽然他对变化球掌握力比较不好，不过这个球基本上掉到红中哦，比较可惜了一点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壮如坦克的金凡喜上，他应该也不会跑。所以如果保罗能够让对方敲出滚地球的话，我们有机会来回敬一次白一送。比较特别的是韩国这个四五两棒其实都是捕手，比较少见的是两个捕手都放在中心棒子。进攻线点在了投手的正前方，王保罗决定往二垒送 ，Nice play 啊！因为在一垒上的这的速度没有这么快，所以王保罗英英哈，他说他这个今天比较忙啦。这次的封杀，我甲卡伊德拢安尼，要接那唔接，无要紧啦。那我去按就是。我们两个来，你要到？来吃一间油老看卖无？因为他，就咱迄天去吃的，阮那白老隔壁一间是咩啊？哎呀，来吃看卖。我超饿的，看起来又一。个是卡车哩。还在这个反应都快。不干。后面的这个我们的队友跑也取个右击，那个姿势跟主裁蛮像。希望他可以一直出手。那我是金正宇的打者。阿姨在你讲，在讲。阿张家不是讲伊是台湾鸡啊？伊这只就是乱买，在乱吃海，我也袂去你听啊。啊，我奶奶讲，哥哥，那我跟阿姨先出去喽。离球就出棒，带到了三垒方向。阿姨在钓鱼啊，好了，来吃饭。哎，你妈妈借我一下啊。喂，金，你有听到吗？有，他有镜头，都不跟我讲话嘞哦。没有，他说这些要吃水煮的鸡胸肉，很好啊。不住啊，我去买啊。
其实我们好像还没有办法去碰。